7月13日，2023年香港小姐竞选嘅十六位佳丽出发前往越南拍摄泳装同埋节目，同行嘅仲有黎诺儿同埋两位师姐梁海晴同埋谢嘉怡。谢嘉怡嘅妈妈就做司机送佢到机场，可以见到佢嘅妈妈保养得好好啊。因为佢车我过嚟，佢而家系买早餐俾我食。哦。因为我翻嚟，我越南翻嚟，佢已经翻咗英国。哦。所以就即系买早餐。你去過越南未㗎？真係未，個地方其實係 A 座公園。咁即係順便去下旅行咁啊，當係咯，可以當去咗去做嘢一齊。帶咗啲天氣好嗰度，帶啲衫，帶住個 GoPro， 帶住太陽鏡，即係你去拍片喎，你諗住去？諗住拍少少 YouTube 咯，多啲時間。